भैया या भैया भाई YouTube 影片自动转换程式啊，红点子科技股份公司提供的。
路是一个练习场。尝试若受欢迎，成功的可能性就要越高。推出 Voice Tube， Voice Tube 应用影片及英文教学互动学习平台，让学英文更轻松容易。Voice 是声音加上 Tube。八位创业家分享创业失败的原因：一、我们没有专注一点；二、我们进入市场太早了；三、我们没有处理好现金流；四、我们所遇的时机不好；五、我们没有一个用户；六、我们没有处理好人员招聘的问题；七、我们拥有不同的动机；八、我们在创业开始时没有想好如何应对最坏的情形。是初创投林之晨分享四个创业失败的陷阱：一、钱烧完了；二、团队分裂；三、市场不对；四、烂咖投资人。根据青创总会长总会常年的辅导经验及研究，最容易造成创业失败的十个原因包括：一、没有进行事先详细周密的市场调查；二、贪大求新，野心很大但是却往往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三、没有从自己最熟悉最特长的业务起步，或是创业者必要的经营企业经验；四、打价格战；五、缺乏依法经营和自律的观念；六、思维受限制，不能立足长远，只想赚快钱；七、只注重硬体投入，在软体上却舍不得投资；八、对业务前景过于乐观，没有预留足够的准备资金；九、企业的经营理念不清，十、没有考虑当地文化的背景。左边那个是美国年轻创业家例会，八位创业家分享创业失败的原因：一、我们没有专注一点；二、我们进入市场太早了；三、我们没有处理好现金流；四、我们所遇的时机不好；五、我们没有一个用户；六、我们没有处理好人员招聘的问题；六、我们拥有不同的动机；七、我们拥有不同的动机；八、我们在创业开始时没有想好如何应对最坏的情形。所以成功不能复制，智慧可以学习。根据你的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政府资源。另外，协助中小企业了解政府各项补助辅导资源。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已编印为协助中小企业了解政府各项补助辅导资源，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已编印政府协助中小企业资源手册及女性企业资源手册，供参考应用。各建议可从本处官网下载档案浏览应用。中小企业处，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可以下载那个资源手册，还有女性企业资源手册。这是2013学年度南华大学创业工作坊研习手册，嘉义大林那个南华大学。